然后完成上面新同事留下来的任务吧。闭着眼睛采访20秒，可以吧？这简单吧？嗯。你先闭眼。好的。第一个问题是最想吃什么？现在？虾饺。第二个问题是今天几点下班？4:50。这么准确吗？通告上写的。多一分钟都不渴吗？渴渴渴。好的好的，给你睁眼。给下一位嘉宾留的任务就是对着镜头5连拍，然后提的问题是你下班之后打算去做什么？